嗨多么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谁说我不得癌症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节目是什么的话，那么这是一件好事。2018已经买了版权了，还想怎样？ August 在说，麻烦是你们一直骂迷你，挺喜欢他们的自我介绍。 Besides, I am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, and I also buy a student party, not a primary school student. I really want to swear, and I want to be the people.I'll play mini world, okay? Do you bite me or bite me? Come on, can I make you up? 我们可以翻译一下 August 在说，这个很明显就是八月份在说，就是他的意思是八月份的时候他还要再给我再留个言，这个我们都明白对吧。然后之后这一大长段英语呢，意思就是我用了谷歌翻译，我是个我的世界军人，军衔是中将，从2016年迷你世界跑来打我们服务器，他们干了什么缺德事我都知道，我永远不会背叛我的世界。这个评论有33个赞，所以如果你想和他一样不去背叛我的世界的话，别忘去微信公众号关注西兰 Zelen 去买一个。这是个背祝你今日头条也被封，司马飞舞，不是祝明华，我真的那件事情是我错了 ，OK， 我真的向你道歉。我们可以结束了吗？是我的不好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，真的。话说西兰，你的片头不是用徐大虾的吗？给没给版权费？徐大虾好像是他亲弟弟。 CC 子明是你的同学吗？来自东方的 Norch。 什么癌细胞？就是你东方的 Norch。 诺叔根本就不玩迷你好吗？向人家学学，你找的是不是东方的 Norch？ 他在那一边啊，就那一边，你往那个房间走，一直走，不要回来就行了。玩迷你世界，那我取消关注了。请问你需要找到这个按钮吗？我可以帮你一下。小哥哥很可爱哟，小哥哥网恋吗？我铁观音，我乌龙茶，所以意思是不好。刚刚我们读了很多弱智的评论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富有哲学意义的评论。这个评论简直是诠释了人生的真谛。谁玩迷你世界，谁就是他。你世界的看好了，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儿子装逼爹在愁。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儿子装逼爹在愁。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儿子装逼爹在愁。山外青山，来自大兴解说员，他说你大概就是子明，不对，我是大王，你是我的子。就这个不是人的主播，第一你凭什么说小学生的坏话？你他妈信不信我到时候通过人肉搜索找到你，并在你不知道的地方突然向你的大脑神经中枢部位一刀插进去，听着你的痛苦呻吟，再拿着刀毒药慢慢的杀光你的那些畜生不如的家人。这些都是因为我做了一个视频说我的世界没有抄袭迷你世界。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？ Will you stop laughing at school children? You've never been one.Sorry, my English is not bad. 你的英语有一点 bad. 不错，我的世界最强。我觉得你很好，恭喜你成为中国的一员，欢迎。括号，我也没多大，我觉得前面几句话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不需要加上这最后一句。你的声音好像 CC。不可能。迷你祝你不孕不育，子孙满堂。这个评论我发在了微博上面，然后你们也给出了一些类似的评论，比如说这个迷你祝你早日安息，长命百岁，还有这个祝你一路顺风，半路失踪，大傻子，哎，我就说嘛，你就一怂包，本人在广东省茂名市高州，不服就来，看谁打死谁。你知道吗？一开始我本来想回复他，我要来打死你，但是之后我看了一下他的头像，我决定，这不是一个好主意，我肯定打不过他。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今天的谁说我不得癌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别忘点一个顶。不喜欢的话别忘点个踩，喜欢我的话别忘点个订阅，然后去听我的音频节目深呼吸，链接都在简介里面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海多摩不对这个马蛋呢 Naruto